是我们点的半熟蛋，这个是关东煮串，我们点了那个鸡胗，还有谢谢梨，谢谢梨什么？鸡脖子肉。然后这个系列是点了之后，它才放到关东煮里面去煮的。这是鸡肉丸，鸡空鸭壳 ，A B 星球，虾丸，虾丸，然后菊肉，然后吃菊肉。先吃那个。这个喝日本酒的器具也可爱。菜是这样上来的，然后这是我们点的现煮的鸡腿肉。OK， 好大哦。吃干馍，干馍就是有点像是有一些蔬菜之类的吧，跟豆腐弄成的东西。好吃。在周末开车站走过来，大概不到3分钟吧。这间如果没有预约的话，可能要看运气。像今天下雨天，我们就是刚开，但是下午5点左右来就有位置，马上就客满了。4号北海道的，应该是鱼翅吧。刚刚喝了一个新蟹的 sparkling， 超好喝的，推荐赞赞。好险不是、哦，然后这一次，还可以，这很可爱，非常。豆腐的枕头，胶的，这是我们今天的咖啡报告。边，然后走错路，想要从新宿转回中野的平行。
药时代在考本的时候就看过这个，它都是室内地下道更看不到。千叶中间的桥上，嗯，这边有个休息站，可以看海，叫海中间的休息站，叫做海影。海影。三层楼还是四层楼？一楼是不是？看到很多食物哎，这个才超好吃的海瓜子拉面，海瓜子不包子包。在这样子的海上面的这种大桥，高速公路上面的休息站，星巴克。很多人推荐的，这边有百香果的果肉，然后上面这个这些奶油好像有加。看不到有什么差别，要咬开了，快要洋葱，有海味，放外出来就是，它都咖啡色，有点 SO 酱的感觉，海瓜子肉包，吃不太出来，但是就有一种鲜味。
海瓜子口味的鱼板，有蛮多海鲜的口味的。嗯，可以看一下海苔里面。哇，蛮好吃的，蛮好吃的。你要做这个？这边是南边。今天天气比较不好。这个东京湾 Aqua Line 就是这样子，从川崎附近连接到黄种半岛的一个大桥。从川崎这边，我们刚刚这边过来，会先从地下隧道，然后出来之后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休息站，然后之后再继续开就可以到木根金石，就是千叶那边。这边有个很特别的风之塔。就这个建筑，那天气好的话，那边会有富士山，应该是这个方向吧。但现在完全看不到。然后那个就是刚刚提到的风之塔，然后这下面就是隧道。天气好的时候很漂亮的，跳都很漂亮。对，还可以看到香根呢，富士山的。对啊。耶。像这样子可以坐在这边靠窗。黄种绿茶。红山緑青叶的茶。出发，千叶 ，Go。就这样开离开那个休息站。哇，来吃饭喽！哦，这边的话可以各吃，是小小吃。阿瓦比跟那个吃不开，它这好像多了干贝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干贝吧，干贝应该不是。今天吃活贝吃到饱，好特别哦，冻结生啤酒。哇，这是北极贝，是好大，好大哦。北极贝，哇！瞬间上桌了，就是这边的阿吉朱家鱼的生鱼片，然后鲍鱼的生鱼片，尾鱼，然后三旗的尾鱼，怎么比徒手？很大片的是北极贝，北极贝什么？我把那个生姜整了，看起来超级新鲜的。还有这个是吃不该，这个贝类的。然后配上瓦萨米的小腌菜，蛮好吃的，这里都超新鲜的。对啊，就是像布里啊，很像吃鱼或什么的，好吃耶。这边的炸竹夹鱼定时，然后还有附这边某一种很有名的海藻，然后这个是就是要把它加到味噌汤里面，然后这样喝。嗯，那这边的名。全家了，还是忍不住点了。他说这边的也是名物，是冻结的生啤酒，好酷的吧？对，我们又点了一个，刚刚是吃单纯的沙西米，
那我们现在是吃这个 tataki， 就是把它切碎，然后加一些就是葱啊什么的。喝起来就是比较冰的生啤。这里的竹夹鱼真的好好吃哦，好 Q 哦，那个对啊，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子的竹夹鱼，炸的也超好吃。陈皮酒冰沙的感觉，蛮有趣的啦。刚刚吃了这个味噌汤，它长这样，超黏的。对啊，它长得很像木耳，很像黑木耳，所以才这样子嘛，酷哎。另外看到一个，好像很厉害的新酒，超想说把它带回家。啊，上面还有送一个杯子，真的蛮厉害，气氛很好。对啊 ，OB 啊，什么什么。可以往前对，50的 Saki 右侧。好，那。点了冰的卢旺达，然后冰欧蕾，巧克力司康，好吃吗？如何？没有到很熟，它的糖水没有到很熟。嗯，觉得有一点介于面包。很多人在玩水啊，然后那边是一个栈桥，这样子一直延伸出去，然后远方那边很多人在钓鱼。栈桥。哦，你感觉好像在船上哦。这是哪里？环山西日战桥。战桥。看夕阳。真多人在这样。或者是恋人一起乘坐这个蓝火，就可以有就是永远的爱之类的吧。对，去那个啦，去那个。什么人？开心，对，就成了。这边也有很多，就是也有贝类吃到饱的，然后有回转寿司啊、拉面，然后还有这一个线塔。亚麻多，对啊，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，在这边点了之后，餐点会从这边送过来，直接到这边，然后吃完的盘子就放在这边。太棒了，第一次看到，
去推荐三罐。点了地狱三罐跟什么三罐？那鱼很大，其实。对啊。只是就非常多生鱼片这样子。初该。好吃吗？香脆。对吗？他是帮助睡觉，等一下想睡觉。没有，他是不是吗？耶、yeah, ，终于来了，这是海瓜子和章鱼的章鱼烧，海瓜子烧跟章鱼烧，海瓜子章鱼烧，两个口味的，吃吧。超多。